水踏破了五座桥，我含冤大哭，我四处去奔走，最后的指望就是这多一个喂，只为喂，只为苍天啊，我冤枉啊！苦水不必独自咽，冤家错案有人管，往北十里向东转，天翻过来顶盘，多一个力保青天，无私名利变恶善，是非名断不讲情，百姓二代升青天。包青天就是包大人，我的包大人就是包三姑，包三姑就是包大人，我的包大人就是包青天。嘿呀嘿嘿呀，有了清官来做主，嘿呀嘿呀嘿呀，从此不再含冤哭，嘿呀嘿嘿呀，百姓伸冤有明路，嘿呀嘿呀嘿，美名留千古。人世间的委屈数也数不完，安分守己，百姓只图平安，天大的冤屈压得我苦不堪，又有谁，还有谁还我清白自由身呐？苦水不必独自咽，冤家错案有人管，往北十里向东转，天命三姑来定盘，多一个力保青天，无私名利变恶善，是非名断不讲情，百姓二代升青天。快点！老公，我这左眼皮咋总跳呢？左眼跳财，右眼跳灾，你哪眼呢？左右，哎呀，拜左右的了！赶紧看看里头啥玩意儿，要啥违禁药品啥的，咱得赶紧撤呀。行。哎呀，这烧火棍咋这长呢？败家娘们，你就知道烧火棍呢，这写着呢。林中废宅，火桶。图。火桶？嗯。火桶是干啥的呀？咋使啊这玩意儿？嗯。给，他给使坏了，败家娘们。火桶不会使吗？我看呢。你看，抢啥？看，看呢。这干啥的？我看看。是看的吗？那咋用啊？吹。吹是响。使劲儿。在他哪里吧，吹都不会吹，你横着吹，横着吹是削，你傻呀，接着吹，再吹，哎，我不吹了，什么玩意儿，吹吹，仨怪人咋还不来呢？吹吹就来了，这是个号角。大，大哥，前面不远，好像就是这个大学士啊。走。嗯。大哥，他是谁？总算爬到县衙外面了，越狱成功了。难道他就是给咱交易的人？我看不像。越狱犯。你们怎么知道？嗯。不能让人知道我是越狱犯，不能让人知道我是越狱犯，我不得。谁绑了我？啥玩意儿啊？怎么冒烟带打雷的呢？
挺吓人。老公，找都不对，咱赶紧，别等了啊！你听我说的，走。恩人，多谢恩救命，多谢恩救命，多谢恩救命！老公，这谁啊？我哪知道啊？是不是接头的呀？不可能，人说了接头的是仨怪人吗？那他见面就拜，还不算怪啊？你试试去。这吃了吗？我饿了。老公，就是他！哎呀，太好了！哎呀，兄弟，下回交易你就直说，别整这么神秘啊！恩人，我不能让你东西。这本来就是你的。哎，你现在还聊啥玩意儿？我这左眼皮又开始跳了，还别惹上啥毒品官司。官司？这人咋这怪呢？不知道呢，快看看吧。回家收拾东西，咱以后再也不用卖艺了。哇塞！男人为了逃命，居然大开杀戒。日正当中，赵毅双方应该还没到了，我们快点找个地方躲起来。硫磺粉，火铳在这儿发射过，难道交易双方试过枪，然后已经走了？老公，你姑姑在说什么呢？交易双方应该还没有走远。八妹，你之前遇见的那三个怪人，应该就是其中一方。你们两个分兵两路追踪。嗯，你刚刚在说什么？我想苏大人，哎，男人再度越狱，而且杀了三个人。啊！蛋。蛋，别闹了，走了。哎，这你干嘛推我你？啊，很痛的吗？快！嘿，怎么一见到本王就跑了呢？走。你在看什么？啊，很眼熟啊，我晕。你确定看见了三个死人吗？是啊。刚才还躺在这里的。如果真有人在这里买卖丢失的火铳，验过枪以后，难道发生了冲突吗？有一方死了人，另一方为了掩饰交易，把尸体搬走了。火铳交易到底在哪儿啊？大王，我们怀疑这宗交易是个圈套。圈套？套谁？昨晚发飞镖透露消息给我们的人，我想是想寻找机会行刺王爷。什么？这还了得？刺客在哪？刺客在哪？幸好呢，我们及早发现，化解了这场阴谋。您看，舒县令还是有重伤。啊！你们继续查下去，务必要抓到刺客，揪出那个幕后的主使。啊！是。本王走先。厉害厉害！咱们先回县衙，等六婆和八妹的消息。背上他。给我
破坏公务，我们还是跑吧。继续挑吧，别水太大劲啊！哎哎，等等等等等等，我们是来报案的，报案了。报案？县太爷昏过去了，县太爷夫人也不在，暂时没人问案。不过我可以先给你们登个记，做个预约。谁说县衙没人问案的？我就是前任县令。说吧，有何冤屈？行吗？靠谱吗？是是啊，是是是是是是。而且今天大老爷，我们冤枉啊，我们被抢了。不是啊，你们被抢了。不是抢劫呀，这让人很惨呀，被抢了。妈呀！救命啊！砸死了！哎，好好好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哎，好好好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这个你也能找来啊？哎，不是。那蝴蝶不是毛毛虫变的吗？行行行，好好好，下一个。没人了吗？哎，不对呀，一个还有啊。哎，小红，下一个。干什么？催什么催？这个有点像我儿子，就让他过来吧。好好好，哎哎，出来吧，出来出来。我找的可是儿子。哎，八妹，你跟着搅和什么？走走走走。爷爷，您这也太草率了吧！您在县里到处违规张贴小广告，要找后背有蝴蝶印记的人，还重金酬谢。啊，我也有蝴蝶，给钱。哎呀，不是，你给爷爷留点面子好不好啊？你说，人海茫茫，找个儿子容易吗？我那帮兄弟就算是个个黑道精英，也不能在马路上见一个人给扒光了看后颈呢。哎，那不成流氓团伙了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爷爷，其实呢，我们是来找住在这儿的那三个怪人。哦，你说短言三位啊？嗯，好像今天还没见着啊。小红啊，小红，老爷，哎，感受吗？你看见这三个人没有？这三个蠢货又不归我管，你没看见？朵颜三位没被香菇抓起来，不可能啊！计划的好好的。不会吧？难道这一拳直接把我打下阴间见阎王爷了？不听。哎呀，阎王爷来了，救命啊！你们这外头的法术不灵啊。很灵的，这招魂之术是我们萨满巫医亲自传授，惊天动地，泣鬼送神，光是我们哥仨就用它救活过不少的病人了。哦，不信你们自己看看，县太爷都没气儿了。啊，不会吧。哎呀，北极也在阎王爷那煎菜吗？老三抢救。阴间神鬼不能费力百官，是个伤不可如。舒大人，你醒了。醒了吧，全来了，就是还有一个不灵的。北京，北京，他们是什么人呢？居然在本县令的房间里面活蹦乱跳。他们，大人，
我们有冤屈啊！哎呀，你们找对人了，有困难找县令。威武！你们到底有何冤屈？说吧。大人，我们冤枉了。张俊，你的戏重复了。哦，重了。大人，我们被岳一凡给抢了。好，这样行吗？他突然间从洞里跳出来，打晕我们三个人，然后又抢走了一箱金子。男人了，啊，等等，这三个人不会就是雷捕头所说的三具尸体吧？捕头呢？哎呀！你们三个没有给抢劫犯打死吗？大人，我们要是被抢劫犯给打死了，还能站在这吗？很会聊天啊！不说的是，老婆去找的三个怪人。难不成也是他们？哇！喂喂喂喂喂喂喂！你是不是受伤了？来来，快点！不是，快点！你别动我！你别动我！哎，收尾了！快点！干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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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北京，赶紧帮他疗伤！没有了，没有听我走！小帅，小帅，没听我走！小帅，赶紧他妈回家！喂，他是受什么所伤的啊？啊！哎呦，危险了！大人，《大明百科全书》上有记载，这伤像是火铳留下的哦。你们三个肯定跟火铳案有关。喂，啊！喂，大人，你说的什么火铳？我们不知道，听不懂啊！哎，听不知道。来人，把他们拉上。走啊，小弟！哎呀，大哥，你压住我，要走也走不了，要走一起走好了。我老大，大哥，你别管了，让我来解决他。哎呀，大胆嫌犯，竟敢去本司令，是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啊！走吧，小弟。公堂之上闹事，妨碍公务罪成立。我管你们是人是鬼，我老雷一个也不放过。让你们跑！老婆断案如神啊！这三件东西果然跟火冲案有关的。你看好他们，别再晕啊！是，还有你啊，快去告诉我老婆，嫌犯已经抓到了。怪人到现在还没回来，不如我们分头去找算了。咱们办案的工作人员呢，要有蹲守三天三夜的耐性。怎么样？敢跟我抢老爷，整死你！我就知道你要有这一招，今天我就让你尝尝我唐门独孤的厉害。你们
事儿？不可能啊！哎呀，还是我们去找找他们去吧。这三个傻小子，身穿巨款，哎，说不定招抢了。小黄，破查。来，再让你尝尝我唐门东真的厉害。你是在四川唐门学的三脚猫的功夫吧？我跟你拼了！啊！原来你才是四川唐门。学兵，学兵，你屋里什么动静啊？学兵，给我开门呐！开门，学兵，学兵，学兵。哎，小红。爷爷，为什么管家奶奶会跑到这屋来睡觉呢？秋娘呢？夫人，舒大人抓住那三个怪人了。好，我们去叫醒六师婆和八妹。是。二十年没见，秋娘的身手如此了得。孩儿，我跟秋娘真的没什么。小红啊，你为什么非得跟她斗呢？我交代的事儿办完了吗？办完了，暗号对上了，东西也给了，钱也到手了。是，那个，大侠，那个钱在这儿了。我俩啥也不要了，你放我俩一条生路就行了。熊三，真这么丢人呢？火铳和地图交给什么人了？交给一大个子了。对，跟个塔似的。大个子是那个整天吃不饱的男人吗？走了。钱也不要了。哎，大哥，你别转了，我这头都快晕了。关键是你想想现在该怎么办。哎呀，别着急，记住辽王的命令，打死也不能说出我们是来干嘛的。相信辽王是会来救咱们。哎呀，这关键是咱们现在已经被官府抓了，万一下次上堂他们严刑拷打，你们受不了啊。对啊，受不了啊，我受不了你们了。记住大明刑法第五章第二十五条明文规定，执法县衙不准对嫌犯行贿。哎，大哥，大哥，咱没事吧？呀，哎，这还留了字儿。男人出去，马上回来。赶紧先把我拉起来啊！哦。啊！下去打他！这样才能下。来猪头，三个嫌疑犯呢？在牢里关着呢。自己看，在哪里呀？这。好，这三个怪人应该还没跑远。八妹和六师婆赶紧去追。是。好，雷捕头北极，将所有这些洞补平它。那我干什么？你继续找你的男人啊。哎，这是哪儿？哎，看起来很眼熟。哎，这不是咱们闭门前被抢了地方吗？奶奶的，要不是那傻大哥，咱们早就可以交差了。是，那现在我们去哪呢？回包公祠啊，是不可能了。可是，咱俩住店的钱都没有了。是。
大哥，你想开一点呐。没有关系，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，赌他一把去。这些血迹还没干，应该跑不远，翻头追。谁的参加？是首席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太上老君要现形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保证兄弟大赢特赢。耶！吵什么吵什么？买大买小，您随便挑。买小，真的买小。买定离场。四五六，大官，对不起了，三位。不禁撞啊，就这么死了。你凭什么打我？你以为追上我就可以打我吗？你追上我只代表追到我的人，不代表追到我的心。大家都是妈生的，你打我，我妈难过；我打你，你妈难过。大家提倡和谐社会、平等互助、团结友爱，不是很好吗？为什么要你打我？我打你了，你打我，打你了，你打我，打你的。你为什么不说话？你不说话，因为你心虚。你心虚，因为你打我，你用哪只手打我？那是罪恶之手。上帝、耶稣、阿拉、真主、观世音菩萨，通通不会原谅你的。你赶紧找一个大点庙堂烧香，大点的教堂忏悔，快说！别说了。什么人啊？全都会飞。是啊。我就不会飞。娘。儿来看见了，你想儿子了吗？儿子特别特别的想您。您在世的时候，把所有好吃的都给儿留着，可是现在，儿子就从来没有吃饱过。娘。
娘，您吃吧。儿子也去找吃的，等明年，儿子再来看您。这小子倒是挺孝顺的，越狱回来就是为了给他娘上坟。不过我好不容易找到他。 天要灭我呀！这让他放开吃，账我来付。再给他上一碗。女侠，你真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！等一下。 盒子里的地图呢？不知道。你把它藏在哪儿了？不知道。看来这夺魄摄魂迷星焚药量用过了。这傻小子也许正把地图给弄丢了。还认识我吗？你是谁呀？就是要让你不认识我。 怎么找得到啊？谁这么大本事，把男人倒放在这儿？哎，你看，这胖子屁股有什么好看的？你看，我冲藏地图。六世婆，这林中废宅是个什么地方？哎。 那地方啊，千万别去，真闹鬼啊！啊，鬼屋？哎，大人，这是男人的审讯记录。哦，根据男人的供词，这一份地图是在大觉寺前一对瓦拉人所给的，还有一根他不认识的铁管管。铁管管？难道？ 这个就是火铳。哎，那东西又上哪儿去了呢？哎呀，男人说他忘记了。哼，我猜啊，应该是给他扔了吧。这个大个除了吃什么都没兴趣，要不是为了缝裤子，我估计这份地图早就给他扔了。老婆，你在想什么？肯定是在想。 那三个怪物跟大觉寺前的交易到底有什么关系？答案会不会是这样的呢？那这三个怪物呢，带着一笔钱去买火铳的，可是谁知道呢？突然冒出一个男人抢了他们的钱，然后呢，又糊里糊涂的顶替三个怪人去跟那两个瓦剌人买到了火铳和地图。瓦剌人难道连交易的对象都搞不清楚？有可能的。
他们互相不认识啊，或许是约定什么暗语来接头呢。反正地图在这里，不管是真是假，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嗯，可是八妹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呢？我说是八妹啊。是啊。没事吧？没事。我今天总算知道有人比我飞天女神捕还能飞。谁呀？他说他要飞得快。朵颜三位啊。哎呀，别管那三个傻蛋了，天都快黑了，我们一定要在天黑之前好好好去鬼屋找我。小心点啊。哎，慢点慢点啊。哎呀，乖孙女居然瞒着我去鬼屋冒险。哎，不行，我得跟着。鬼屋藏着虎臭，不行，我得比他们早一步找到。文化遗产，这全拆掉了。爷爷，你不是让大家别说话吗？还有，你来干什么？乖呀！哎呀，这门没关死，风一吹就开了，哪有鬼？车辙印记很深，应该是今天留下的。快来看呀，宅子里还有大字报。这丫头什么时候进去了？不是，一人拆房，雷先令全家铺的好死。哦。哎呦，看我干什么？早跟你们说过几遍了，我跟那雷柱头没关系了。看你的了。那边也有字。啊，六师婆，多一个县西郊有酒厂吗？是有一个。啊！哎，对不起，可能呢，那批火铳已经转移到西郊酒厂了。你以为转移火铳的人傻子吗？干嘛还要留字通知我们呢？哎，根据爷爷多年江湖的经验，据我分析，只有一种可能，哎，那就是分赃不均，内部起了矛盾，所以有人故意泄露机密，借你们的手。除掉同伙。没错，我记得包公办案笔记上曾经提过，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呢，我们要抓住犯罪团伙出现的内部矛盾，借机一网打尽。太刺激了，我们还等什么？赶紧去西郊酒厂呗。走。走得那么快干嘛的？难道你们不怕黑的吗？北京欢迎你。西郊酒厂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转移火铳不通知我一声？废园子，哪来的火铳啊？哎，你们看，这里有车辙。哦，哇，对了，
车辙印记还是新的，火铳应该是刚刚搬走的，时间不超过三个时辰。哇，太有才了！你们看。哎呀，这不就是火铳吗？一定是运走的时候从车上掉下来的。哟，就这么一根短短的铁管就可以把它飞得快的？啊，对不起，对，打穿了。到底那张火铳藏匿图是谁交给了男人的呢？又是谁故意把我们引到这里来的？还有，这个酒厂到底是什么来历？这地方年代久远，我也不清楚。爷爷，你的房地产公司有这里的记录吗？那得回去查资料。走，走吧，走吧。费了那么多手脚，总算让他们上当了。哇哇哇，爷爷，这房子的主人呢，简直是长寿万卷呢。那还用说，人家在京里边做大官。哎，翰林院大学士一肚子学问。爷爷，你不是说是你江湖朋友的房产吗？西郊酒厂。西郊。哎，有了。西郊玉米生产大户南瓜婆，简易三岁男婴身长五尺八。哇，三岁男婴。五尺八，那南瓜婆会不会就是男人呢？妈妈，哎，有了有了，传言道，酒仙杜康醉酒腾云，顺延天道行至北方，于多一个县上空洒下美酒一滴，酒香四溢，众人皆醉，无人醒。后面呢？本文纯属虚构，如有类同。实属巧合。哎，爷爷，您是不是看得眼花了？读的什么呀？瞎说！爷爷永远25岁，什么时候花眼了？哎，有了有了有了！西郊六良仙酒厂企业法人代表代王朱贵。我来！洪武25年，朱贵初封代王，在多依县立志产业。成立六良仙酒厂企业法人代表代王朱贵。那个丑八怪，我一见他就知道他不是个好东西。看，原来是他偷了火铳，监守自盗，我去抓他回来。等等，不要莽撞啊！这件事儿案中有案，情况复杂，甚至牵扯到皇家内部权力斗争，弄不好引火烧身呐。可这火铳案已经找到我们头上，咱们现在还不能没作为啊！哼，我现在就去找朱贵那个老色鬼的犯罪证据，把他的团伙一网打尽。正义368，罪犯苦哈哈。踏破三水三千，只取一瓢，饮不再孤独。闻过江南桃花烟雨楼台，何人听丝竹？怕是爱了多少，恨了多少，只闻笛声哭。能有多少人知道，那断肠毒药名叫相思苦？马蹄声声不见莲花开落，红飞映青竹。女子含着泪，听合欢鸟唱，守着不老树。怕是缘也散了，人也忘了，到头一场空。还有多少人明白，是蝴蝶纷飞，大雁往归途。那是青鸟落泪，满楼听风雨。此间鸳鸯修罗，一点点死去。是什么笑声望着我可惜？若是有缘，我们下半生再遇。
声声不见莲花开落，红粉映青竹，女子含着泪听合欢鸟唱，守着不老树。怕是原野散了人也忘了，到头一场空，还有多少人明白是蝴蝶纷飞大雁往归途。那是青鸟落泪满楼听风雨，此间鸳鸯修罗一点点死去。是什么笑声望着我可惜，若是有缘我们下半生再遇。那是青鸟落泪满楼听风雨，此间鸳鸯修罗一点点死去。是什么笑声望着我可惜，若是有缘我们下半生再遇。